喂 ，brother， 3000亿的过来呢。新的一年还在赌吗？今年的团圆饭真丰富，有6只螃蟹，6只龙虾，8天鲍鱼。168又入发，只差一个号码，要凑一凑钱搏一下嘛。新的一年还在赌吗？王磊，要不要来 join 我们碰碰运气一下呢？新的一年还在赌吗？王磊呀，王磊呀，阿妈给你红包，新年快乐！妈，我也要红包。新的一年还在赌吗？喂，忘了给你们电话号码。不过不是打给我，当你控制不了毒瘾，打给我们，或者联系网上的辅导，让我们帮助你。每个烂赌的都从不知不觉的小赌开始。新的一年，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，花多一点时间给家人，家人才是你最大的财富。